3月25日，新晋流量小生陈立农抵达首都机场。当天只见他黑色口罩遮面，上身白色圆领卫衣，搭配长款米色外套，清爽帅气。下身黑色破洞牛仔裤，搭配白色运动鞋，时尚有型。这清秀俊逸的面容，再加上大长腿，妥妥的偶像啊！小哥哥你这么帅，怪不得有这么多小迷妹们 pick 你哦。通过某网综节目爆红的陈立农，今天从台北飞北京，一出现在机场就获得了超大批粉丝们的欢呼，人气爆棚的他被粉丝迷妹们团团的围住，真的是寸步难行啊！机场都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这粉丝们的热情也是太高涨了吧！来，让小编数数看，这差不多有上千人了。陈立农真的是爆火小鲜肉，新晋流量王子无疑了。当天被陈立农的小迷妹挤爆的机场，也出动了机场的保安人员，还有警察叔叔，他们围在陈立农身边，默默地为陈立农开道，才使得陈立农走出机场。这么多迷妹们接机，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才好呢。